好的，比赛正式开始，率先获得球权的是今天的福建啊，这开场一上来第一次就失误了，给回布克，小打大，现在是让布克单打了。果然啊，拖得非常的坚决啊，而且挺轻松的。如果你第一下没堵上，就很难了。开局阶段让布克打得这么顺啊，这对于福建来讲不是一个好的信号。没有机会啊，感觉今天开局，哎呦，传球横传球出现失误了啊！面对这个开局啊，他打得太僵化了。没错，但我是感觉啊，这第一节前半段你给布克这手感已经养出来了。对，你说你再上一个突然给他彻底阻断了，其实问题还包括在场上打了九分钟啊，你感觉他有些隐身。对，就是看他那个表情似乎是要三分外线啊，非常干脆。对，也不算短了，没错，该有一些贡献了，否则说不过去啊。回来之后啊，可惜果然打了个二加一啊。只能自己来了。对，这个好球啊，这个球。看看陈林坚这一次被切了，贺新宁这个好防啊，这个切球非常干净啊。这好不容易主动进攻一次还被切了，是也是更打消积极性了。回来之后顾全的一个三分又进。看看卢鹏宇，哎，这个球往里走不太好，因为顾全已经在那了，空间太小。停球了两秒钟了，得出手了。熊浩清这个球，哎，太难了，好球啊。这个臂展啊确实还是太优越了。对，哎，这个球贺新宁啊漂亮啊，刚还想说没传给顾全的。三秒了，好球。是，哎呦，又是一种内线的内传线的配合、啊、你看我刚刚说什么了对吧。还是把球交给李阳，想先挂一下之后，啊，黄超轻松突破两分，再这样打下去要成为今天的 MVP 了。嗯，阿迪已经在场边等待了，甩过来，晃了一下之后要三分，好球。卢昆宇这个身高在三号位上也是很有优势的。给了孙浩清，孙浩清这个、哎、呦这个急停中距离，七秒。田克森哦，给到里边了，敞开一下，这次是给到张雨桐了。这个球啊不容易啊，有点美式后卫的这种风。他这个特别喜欢拜佛啊，我刚才注意到他好几次进攻都是拜佛。深圳还没进三分呢，这件呼吁哟。好球，赵一鸣拦下两分打进，表达一下自己心中的一个态度和情绪。福建接下来还有两场比赛，11月11号是对阵四川，11月14号是对阵这个青岛啊，然后自己的第一阶段的比赛就到此结束了。而深圳这边呢，同样接下来会面对弱旅天津，以及13号啊面对实力强劲的上海。